各位好朋友平安，欢迎您和我们共度真情之夜。我们也一同进入在这个城市里许许多多的真情故事、真情人生。前两天我一件事好开心哦，走在路上，有一位朋友突然跑过来跟我说：“孔牧师，说我每天都看 Good TV 哦。”哇，我说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他说我刚刚受洗，真的好高兴可以跟许多的朋友一同分享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喜乐。他说：“孔牧师，我要跟你说一句话。”他说：“信耶稣真好。”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这是许多人心中共同的一句话，说信耶稣真好。你会从心里面说，主耶稣好奇妙哦，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跟你分享这首歌，为什么你会对我这么好呢？为我
谢谢主耶稣，因为他对我们真好。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其实你对我不好耶。 Benson 这个在香港长大的大男孩，在十几岁的时候，他曾经非常非常认真的去跟主求说，你让我留住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他拼命的祷告，拼命的祷告，但是他还是失去了。他发脾气，他好生气，他回家把十架都砸了。哇，这是多劲爆的一个生命故事啊！但是 Benson 怎么样一步一步去认识这一位他生命当中恩典的主呢？我们来进入他的生命故事。就跟爸爸跟妹妹赶到医院嘛，他已经断气了，然后看到那些医护人员把他放在那个袋子拉拉链的，然后当天就是一直送到他走，我记得那条路很长啊，不晓得是因为太痛苦了怎么样，晚上送到他推到那个冷藏库，然后就离开啊，回到家我就把十字架打断了。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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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贴完去早餐了，吃早餐，等一下回来查机。好，那天来讲是道中立最好。哦，对对对，哦，那天很好，很棒哎。你有去没有？有啊。哦，谢谢。好。呼。嗯，我也在那。呼。那个在那个阿口，我们全部都在那边呢。哎，你们吃早餐了吗？啊，好，我打电话给你。这里有，这手有吗？应该没有问题，对，那时候有。我们要还有呢？是做那个 set， 应该是 七 N 点 F 调跟 G 调，然后。都是非常理性的人，我们都感情很强烈，可是我们是非常的理性的，然后是非对错非常的明白的，所以我比较少经验到说被挺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在他的身上就有经历到说不一样的 family 的定义，就是他就是
在某个程度上，他就是无论如何他都是支持我，然后别人考谢我或者是讲了什么话，其实使我居于下风，其实我当下没有感觉的，那他旁观者清，他就会听到，他就会好像放狗咬人这样，他就会他就会出来保护这样子。哎呀，所以奔腾哥，你的音乐总监是太太？对，在那边很严格，我都常常被抓，说弹错了，走音了，拍子不对了这样。咦，我们婚礼有一首歌是我写的，音乐啊，年轻的时候影响我很多啊，就是好像是一个我探索这个世界的一个管道啊，就是问题是我去了一个差点回不来的世界。五六十年代尾就是开始摇滚乐盛行嘛，很多那种类似 blues 那种东西啦。比如说，蓝调的是就这样啊，这样啊。小时候就很向往摇滚音乐的那种生活嘛，所以妈妈身边成为一个借口，就是说，对妈妈离开那种伤心跟难过，投射在对上帝的愤怒上面，像一般人都问哦，为什么是我这样啊？所以那个。难过转成愤怒以后，我就好了，我就有借口要放纵了这样。然后你叫你九点上班，你就一起问为什么我一定要九点上班吗？为什么要这样？好像已经习惯，就是看到社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满的。然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是有人问我要不要抽大麻这样，就才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摇滚乐吸毒之后讲的。表达的音乐原来是讲这个，所以要加深我更投入这种生活啦，所以就走到那个死亡的边缘了嘛。然后音乐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再玩了。OK， 拜拜。拜拜，等一下讲到吗？好。哎，参加 P P。哦，台语你没有问题吗？可以。可以。我是台湾人，小时候过去的日本。哦。好。好。OK， 好。你可以用特别的那。不知道。不好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绝对不可以在我们里面压抑住那一颗。又丰富又满足的内心啊，因为人里面有上帝宝贵的形象。我们深深知道一件事情，假如我们成长的过程缺乏了爱，就会造成我们的生命上、人格上、个性上的不健康。那我看到那个耶稣讲说，你又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啊，我看到就很反感，很不舒服，很愤怒啊。跟随你有什么用啊？你们就骗人的，你骗人跟随你之后你就没有好的东西给我，我为什么要跟随你？然后我觉得耶稣等同一个骗子这样，然后就拿一段经文去写歌啊，去骂上帝说你是个骗子。我的狗也很配合我，每天就在那个我们录音室旁边有个斜坡上去，就是有个教堂。那个教堂刚好在斜坡底下，看上去就是十字架。哦，狗每就靠近我们录音室的地方嘛，我们每天带去外面有没有？都很喜欢在那个教堂门口正中间来大便的。然后老师很兴奋，你知道吗？哇，连我的狗都能够敌嫉妒，这样太好了，我天生敌嫉妒了。每天都在制造麻烦呢、啊。录音发出的时候，赶快集合那些很可以卖的唱片，都拿去卖啊，乐器一把吉他拿去卖，然后心情是很痛苦，你知道吗？
坐在那边，我在干嘛？但是我没有力量去停止这个动作啦，我在沉沦呐。那个时候找不到你，我有计划去自杀了。我有想好计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时候爸爸对我的态度比较强烈。那时候好，只要你骂我一句，只要你今天晚上，我这制造机会让我他把我赶走，你知道吗？我在互动的过程呢，就是比如说记录他怎么样。好了，你把我赶走，我就一出，我想好，我出门就从这边跳下去啊。因为我们家门口前面就是栏杆，一出就是，我已经想好了，我就鼓起勇气了。我没有问过我爸爸，爸爸为什么这样？他当天晚上非常的温柔嘞，我讲什么他也不回我，还劝我好早点睡了，吃饭了没？就类似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啊？我觉得上帝亲自的把这件事情喊停了，我已经想好了要这样做了，但是没有让我所愿的。所以到我朋友打电话来，他说我信了耶稣了，我现在没有在玩乐团了，然后我现在不用再吸毒了，这样这些一连串的东西都串起来了。然后我灵魂好像突然苏醒一样，难道真的只有耶稣这条路？好了，耶稣，你不是真的是上帝，你帮助我脱离这个那么痛苦的生命，这个毒瘾，我真的相信你了。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尝过失去一些你最在乎的？也许是人，也许是东西，也许是事情，是你真的在乎的。而为了要能够保有这些，你拼命的求，我一定要留住，我一定要留住。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呼求过，说神啊，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帮助我留住这些，留住这些，留住这些。在 Benson 的人生当中，他经验这些，他拼命地跟耶稣求，但他失望了，他发现耶稣不是有求必应，所以他觉得你骗我，你是骗子，然后他发脾气。你有跟神发过脾气吗？你有跟神闹过脾气吗？或者你现在还在跟神闹脾气呢？有一些事情在你心中过不去，你觉得神，你为什么这样？你没有道理，我这样努力的跟你求，我这样努力的做，为什么结果是这样？ Benson 那个时候他还不到20岁，一个年轻的大男孩，对他仅有的对神的认识，他觉得神，你骗我，你没有听我的祷告，所以你不是神。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自己也知道，他其实只是转嫁一个情绪，转嫁一个对失去妈妈的那个伤心难过，甚至变成对神的愤怒。而之后呢，他生命当中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妈妈给他信仰，让他去认识这一位耶稣，爸爸带他认识音乐，爸爸妈妈是他最重要的人，音乐和信仰他都有极深的期待。但是妈妈的离开让他对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件事开始拒绝，他就奋力抓住音乐。他自己说，除了喜欢音乐之外，他其实喜欢那一种生活方式，那种在追求像那样子的 一系列音乐当中所带给他的自由，不受约束，
批判，他喜欢那样子的一些生活，而那样子的生活让他好像挣脱了很多的束缚。他说我就是这样，只要我喜欢，我就是喜欢过这样的生活。但是终究他发现，在那个所谓的自由不受约束当中，他渐渐的体会一个感觉，就是他的人生失控了。而在那个失控的过程里面，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主。我觉得听他的分享的时候，有一段我好感动。他说当他准备去自杀的时候，他都准备好了，只要爸爸你说一句我就跳下去，我就跳下去。可是那一天好奇怪，爸爸那段时间其实对他很严厉的，可是那一天晚上出乎意料的，爸爸为什么一句重话都没说？他说耶稣那一天介入他的人生。你也在跟耶稣闹脾气吗？你也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很在乎的事情，为什么耶稣你不听我的祷告？你在闹脾气，但是今天你会看到这一集的真情之夜，主也正介入你的人生，他在你的生命当中踩刹车，好像那一天晚上他在 Benson 的人生当中踩刹车，让他不会跳下去。你有没有试试看？主耶稣，我要为今天看到这一集真情之夜的许多好朋友，特别是在生命当中你能够体会 Benson 的感觉，你知道那个跟神在闹脾气，那个懊恼，那个斗气，但是你也知道你的人生正走在一个越来越失控的路上。主耶稣爱你，你知道你收不住了，你踩不住刹车了，原本你喜欢那个速度感，但是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踩不住那个刹车的时候，你开始害怕，你害怕这样再下去你会粉身碎骨。你知道的，我要对你说，耶稣真的爱你。今天耶稣让你看到这一集的真情之夜，因为他知道你踩不住刹车，而他介入，他上你人生的车子，他替你踩刹车。亲爱的主，求你伸出你钉痕的手，在他的手刹车上拉一把，在他的脚刹车上加一把力。求你继续帮助他，在 Benson 的人生当中你做奇妙的工作，在他的生命当中做更荣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感觉你里面有一些怀疑，说主还爱我吗？有可能吗？我生命这个已经失控的车子停得下来吗？可以有改变吗？你看看 Benson 的人生，在他的生命当中，当他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他生命里面第二个最重要的女人出现了，他的人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是起端的时候，他曾经为了那个我让他吃台湾的清汤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因为那时候他也对文化没有很了解，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在包很久。可是这一次他自己回香港，他就有感觉，他就觉得这样很浪费那个瓦斯，那其实东西的营养也都不一定，都已经被煮坏了。可能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分开，我很小就
体会到真理，就是说钱不会带给你爸爸妈妈在一起，钱也不会买到爱情。然后加上我自己小时候，也许我们不是什么富贵之家，可是我们永远都穿得漂漂亮亮，家里会有那个日本杂志《美丽灯》，然后外婆就会去买布，照着杂志这个叫人家去做什么之类的，好，然后自己工作之后收入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些我也过过，我不会有遗憾说好像我没有过过什么好生活。那这个就是我挺他的方式，我从跟他认识交往开始，我就是用他的生活 standard 在过日子。比方说他神学院的最后一年，有一次我们不知道什么纪念日，那他反正就也没时间也没有多余的经费去帮我买什么，然后神学院就落了樱花，他就收集了好多樱花放在一个 纸袋子里面，就包来给我，然后我看到就好开心好开心，我就，所以我们两个频道是对的。太好了，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电波漏了什么东西，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起脖子？我不是，后面有一个东西不让你看的，因为是我跟他讲的话，不能够让你们看。啊，让我看，先看一下写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不要了。好了，先看。啊，不然你先关掉。给他拍啦。哎，等一下。因为呢，我常常都弄到家很脏啊。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就一边拖袜子一边丢，所以一只袜子在这边，一只袜子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很亏欠，所以我就说，啊，太太，谢谢你把家收拾得很干净、温暖、整齐，辛苦你了。我努力保持，也会把家恢复整理。愿你有好好的休息，谢谢你。对。因为我每半年都有回去香港一次嘛，我是游客的身份，所以我每半年都有挤两张机票的钱，所以好像有不止一次，我那个缴学费的时候啊，我没有办法全部缴啊，我必须要分期。我太太给我的支持和信心是非常的重要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好像大概5万块左右的台币吧，然后是他帮我出的。主啊，我们欢喜感谢你，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我们再次遇见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安静我们的心，等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我来讲，以前音乐就等同毒品，等同咒骂上帝，就是这个对我来讲是等号啊。有段时间我不敢拿起吉他弹的，因为我想完完全全离开那个世界，我要过个新的世，进入新的世界嘛。然后当这个过程，上帝就抑制了我了，然后我就又推翻自己了。音乐是用来赞美上帝的，不是用来满足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我应上帝就说，上帝你什么时候用我，我就随时没有人我就出来了，所以我是用这种心情。你是弹什么？这四代啊？对。好，你弹到哪里？好，从头来。这里。我问一下，这一种。你从第一个。好。这怎么弹哦？隔壁而已。不是 F， 不是。一格而已，不是两格。对，你吉他是弹低和弦哦，是这样。贝斯是弹一二三，看那。
我同样的年纪的时候，我是失控的。如果是我这个年纪，我根本就不甩你，根本就不来了嘛。啊，会来到教会的小孩子已经基本上有一个程度了，可以关心他，可以一边关心一边去要求他去在信仰上这一块了。所以某个时候我要跟他做朋友，做朋友之中有不像他们外面的朋友说他们说什么做什么，这种有些时候我会有遇过挫折的问题啊，就是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是哪里得罪了他了，但是他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他不喜欢我这样，然后有些时候很难过，怎么这样，我就是一直关心他这样。啊，后来发现耶稣不就是这样爱人吗，来一直不断的接纳人嘛。我也是想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话，就帮助我面对这些困难。因为刚好在隔壁嘛，所以有空就过来看有什么可以帮忙，就因为重的东西通常我力气比较大嘛，就我来搬了这样。昨天有空档，我们就换了那个天花板，好几次他自己一个人上来弄了，因为我太忙，我没办法上来。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反正就是学这方面的嘛，哈，那你就是一个好像只是很有学术理论的。可是你对实际的更，你并不了解我们。可是我的先生本身是一个曾经是过来人的身份，这个对他们来说，在对我的实际的感受的认同上面，我觉得这方面对我是有帮助的。我的 priority 我是在牧会嘛，所以我从心灵上去支持他，但是就实际上的我可以帮忙的，我就去帮忙。但是本来这一块就是大家共同的意向，就是做本来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感动的事情的呀。或许我母亲过世的经验，我在前世里面，我觉得我被丢弃了，所以我就抵挡上帝啊，做一些反叛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上帝爱我，我可以用他给我的自由，我去反抗他，但是他仍然爱我。世界上哪有这比这个爱更大、啊？这段影片看了好多遍呢，每一次看我都觉得 Benson 实在很可爱啊，像一个可爱的大男孩。你看他在墙上留了一段话给太太，他不要让我们看到，那不要让我们看到你就收起来啊，我想拿一张锡箔纸把它盖起来，多奇怪、啊。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哎，你让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说不行不行，你把那个摄影机先关掉。然后你看他在读那一段给太太的话的时候，转过来真的像个在谈恋爱当中的大男孩哦，很可爱。其实我想喜欢音乐喜欢艺术的人常常都有一种赤子之心，那个很单纯的赤子之心，我相信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他对爱的诠释是什么呢？他的太太讲说，他对爱的诠释就是力挺到底，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支持你，我挺你。你知道为什么当妈妈走的时候她有那么大的反弹？
就是那个他觉得会力挺我到底的那个爱我的妈妈，怎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呢？他失去了那个对他而言应该在我的生命当中永远在那里力挺我到底的，怎么没有到底就不见了呢？而妈妈为什么没有了？是上帝，是你。所以他跟上帝发脾气，他跟上帝闹脾气，说你为什么把我妈妈带走了？主是什么呢？主是那一位有求必应的神吗？不一定，因为他比我们更知道，他掌控全局，他对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而我们常常只看到眼前，我决定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如果你不照我这样做，你就不爱我；如果你不照我这样做，我就不相信你；如果你不照我这样做，你就不是神。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要的是神，还是阿拉丁的神灯呢？ Benson 说的一句话让我自己其实很多的反省，我也觉得很多的感恩。他说，我用神给我的自由去对抗神，甚至做了很多很恶劣的事情去对抗神，而这位神却仍然爱我。这位神伸手介入他的人生，这位神把他带回到祝福里面来，这是多美的一件事啊！即便走得像 Benson 那样子已经走投无路了，定义要去死了，神伸手介入他的人生的时候，他可以像今天你所看到的，他拥有这许多。在他过去的人生里面，当他在一路往下滑的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有婚姻，有一个力挺他的妻子，有一个他深爱的家，谢谢主。然后他今天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一样可以这样。但是你要不要回应呢？那一天 Benson 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帮助我，如果你真的能够让我从那个无指望的、被辖制、被毒品、被罪绑住的人生里面释放出来，我愿意相信你。你要不要试试看，也跨出这一步呢？今天的 Benson， 我觉得真的好美哦。他继续可以用音乐。他说有一段时间他其实不敢碰吉他，因为他每次碰吉他就会想到那一段在黑暗当中的生活。他说音乐对他而言好像等同于那一段陷在黑暗一直往下滑的人生。但是今天在上帝的爱、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里，他成为一个因信称义对的人。音乐在这个对的人的手中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他说音乐不是满足于我要弹什么就弹什么，它应该是用来赞美神的。我相信当他再一次用吉他带着这个敬拜的团一起来敬拜的时候，生命当中一定充满感恩，说我竟然可以再用音乐来做一件对的事。感谢主。而今天他更大的一个工作是去陪伴那些青少年，教他们弹吉他，教他们弹贝斯，教他们透过音乐有机会接触这些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带到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来。他讲到说在陪伴年轻人的过程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挫折的，因为他说我也搞不清楚我到底说错了什么话，他们突然讨厌我了，他们突然生气了，他们突然不甩我了。但是在那个挫折当中，谢谢主，我相信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提醒他说 Benson， 想想你像他们这样的年龄的时候，你比他们失控多了，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那个时候你把十字架怎么样了。我相信当圣灵光照他看到自己当年的景象的时候，他会有更大的包容力去包容这些现在可能背逆他的年轻的孩子们。他知道当年如果不是上帝容忍他、包容他、伸手带他，今天他不知道在哪里。谢谢主，这个曾经走过生命当中许多背逆的路的年轻人，今天成为更多年轻人的帮助。我还是要说，
我看了非常多遍 Benson 的生命故事，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慨，真正的信是什么？真正的信心不是我要什么，我祷告上帝你就一定给我什么，真正的信心是我相信上帝给我的，即便跟我想的不一样，是最好的，因为我相信他是神，他爱我，他比我更知道什么是我生命当中最好的。愿主今天透过 Benson 的故事向你的心说话，求主帮助我们。我想跟你分享一首歌，那是一生最美的祝福。认识耶稣是一生最美的祝福，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信靠耶稣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当你有这样一个对他的信靠的时候，你真的会经验他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歌词里面说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但是接下来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信靠主耶稣，认识主耶稣。 Benson 从小就认识主耶稣，
但是不只是认识，是信靠，相信他，倚靠他。什么是靠呢？就是交给他，交给他之后，让他来掌权，让他来做。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心，真的不只是我相信你，所以我向你要的，你一定会给我。真正的信心是，我交给你，你给我的就是最好的，因为我相信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认识你，而且学习信靠你。认识你是那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也相信因为你全知，所以你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安排。你全能，所以你所安排的是最好的一条路。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认识你，而且信靠你。我觉得在祷告当中有一个感动，我要为有一些朋友，你的人生好像 Manson， 你能够体会他讲的那个失控，好像在一个很深的斜坡上面，他已经踩不住刹车了，你正走在那样一个失控的路上。今天你会看这一集的真情之夜，因为主爱你，你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主说，主耶稣，也许你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也许你是那个小时候曾去过教会的，也许是这一段时间你知道你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你开始害怕去教会的。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要告诉你，主极爱你，主用那么特别的方法让你看到这一集的真情之夜，因为他要透过 Benson 人生走过的路给你一个盼望，说如果 Benson 可以走过来，你一样可以走过来。你有没有回到神面前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帮助我，请你帮助我，我踩不住刹车了，我知道我做错很多的事，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我停不住了，我再下去我会粉身碎骨，我知道，请你帮助我，请你伸手救我。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主啊，我向你求，我为这些诚心向你祷告的好朋友们向你求，帮助他们不只认识耶稣，而且相信耶稣，而且倚靠耶稣，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神，不再跟神闹脾气，因为真知道，真信心进到我们里面，我相信你为他所预备的超过他所求所想。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你知道什么叫超过所求所想吗？就是跟你想的，跟你求的不一样，虽然不一样，但是凭信心说，比我求的，比我想的更好。如果你有需要，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愿意陪你来到神的面前。上帝祝福你，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认识耶稣，信靠耶稣。上帝祝福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山深谷，他会
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